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陶新宇，来自甘肃兰州，我的职业是一名自由摄影师，我的恋爱宣言是真诚不一定得到爱，但不真诚一定失去爱。主持人好，我叫孙凯毅，来自河北，今年24岁，然后我的职业是彩妆博主，喧闹任其喧闹，我自由我为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定石，我学的播音，独立表演，喜欢音乐，爱好原创，吹拉弹唱都会一点点，我希望得到一份永不失联的爱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璇，来自天津，今年30，工作是一名私教经理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前半生我越练越壮，后半生便陪你一起变胖。嗯，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汤楚维，然后来自天津，我的职业是一名带货主播，我的恋爱宣言是山河远阔，人间烟火，无一不是你。嗯，欢迎五号。大家好，我叫杜明一，今年22岁，我的爱情宣言是没有什么爱情宣言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大家好，我是7号男嘉宾周东宝，来自浙江杭州，我是一名宠物店老板，我的爱情宣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我最大的诚意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侯志聪啊，我来自安徽，今年29岁，然后我是一个外卖员，我的爱情宣言是风浪再大鱼越贵，希望能带走一个老板娘带回家，把一个老板娘带回家啊，谢谢大家啊。有点紧张啊。好，欢迎八位男生。那接下来要认识的是我们的寻爱女生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石小萌和她的妈妈，欢迎，欢迎两位。哇，欢迎，好隆重，这是母女俩吗？母女俩呢？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叫石小萌，来自天津，现在的职业是一名舞蹈老师，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，希望今天能带走自己心仪的男孩。好，来妈妈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嘉宾好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，希望女儿能找到她的另一半。妈妈说话比女儿都嗲。哎，你们俩是商量好了穿这么隆重的礼服来吗？因为想特别漂亮的见到大家。那充分显示了母女俩今天是非常认真的哈。是的，争取帮你们一起挑一个成龙快婿。好，那说说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？我想找一个温暖善良，喜欢小动物，然后平时有一些自己喜欢的爱好，性格大方开朗，要颜值高的。你要求不少啊，我听了一下。那你觉得我们现场八个男生的颜值如何？都挺好看的。你对颜值有要求？最好是长得白的。那直接把你打平时健身或者是有腹肌啊。我们这里面很多平时都健身都有腹肌，但是白不白的话，反正八号是最不白，3号看起来挺白的，2号也挺白的。不是，咱不能上来挑黑白呀。对呀，我觉得我能抢救一下是吧？八号说什么？我觉得我能抢救一下是吧？你要什么抢救？靠那个人格魅力闪耀光芒。对，再多了解了解嘛，是吧？好。